请最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最大德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581页，我们今天从581页经文第9行啊中段，580页经文第九行中段，四时六时闻是四疑。从这个事实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581页经文第九行中段，事实的事起。事实六师闻是事宜，师中相宜亦波罗奈城，尔时我复往波罗奈，住波罗河边。时波罗奈有长者子，名曰宝琛，单荒无欲，不知非常。以我道故，自然而得白骨观法，见其殿舍、工人、柴泥，悉为白骨，心生怖畏，心生怖惧，如刀、毒蛇、如劫、如火，既出其色，来诣我所，随入并言，具谈沙门，我今如为劫所追逐，甚大怖惧，愿见救济。佛言：善男子，佛法众生安稳无惧。长者之言：若三宝中无所畏者，我今亦当得无所畏。我既听其出家为道。时长者子复有同友其事50，遥闻宝琛愿意出家，即共和顺相宜出家。我们继续前面，佛陀因为这六师位外道去了毗舍城，佛陀也随后到了毗舍城，住在摩罗园里。当然佛一道就说法度众生了，所以当时毗舍城很多名人都相继来请法，也皈依了佛陀啊，比如像奈尼，他是摩揭陀国的爱辉啊，还皈依了佛陀，也供养佛陀啊，这个恩罗林园呢、啊。尤其呢，更感得这毗舍离国的这些刹帝利族啊，也就是统治阶级啊，啊，这个车厘子。车厘这个族人，车厘是统治阶级的，
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王亲国戚啊，还有王公贵臣，为数众多啊。这五百就是比为数众多的意思来侵法。经过佛陀跟他开示以后，个个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啊，礼佛陀为师啊。那当然，这国亲啊，这个王公贵臣呐，啊，都皈依了佛陀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在毗舍罗城、毗舍离城展开。同时，印度也是一个很喜欢讲话，什么事情都讲得很长的。你看啊，我们描述一个事情的各方吉利都讲得很详细啊，喜欢说话的一个国家。所以当然，这六书外道在这个舍卫城，哈，透过这个波斯匿王转达跟佛陀比神通，大家比试，输的人拜对方为老师。这一比啊，六书外道输了一败涂地，一大糊涂啊。可是他不却履行诺言，赶快跑啊！现在跑到了。啊，辗转跑到的是毗舍离城，那毗舍离城有这么多的啊王亲国戚来归顺佛陀，而且这个毗舍离城的名人也都来归顺佛陀，那当然这番话也会传出来。哎呀，他这个在那个王子城的啊，在舍卫城那个地方啊，啊，这笔法斗法神通输得一大糊涂啊，一败涂地啊。啊，还来我们这个地方，那当然就会不受恭敬了。啊，在毗舍罗城，这六书外道不受人家的恭敬了，那供养也就稀薄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又想了，嘿，我不走不行了，这个地方混不下去了。所以啊，事实我们请看581页第九行的中段。四十六师闻是事已啊，师中相以意波罗奈城呢、啊。这六师外道一看，大事不妙了，他们没有人供养啊，人家不再恭敬他们了，所以他们这个师中啊，啊，就是这六师外道的宗师啊，他们就互相在那里讨论，哎，我们下一站到哪里去啊？他们讨论了半天，这个地方啊，波罗奈城这个地方啊，佛陀一成佛的就说只有去过那里一次，去过那里他并没有立刻展开弘法呀，他只是度五比丘，度五比丘成立了僧团，哎，佛陀在那里成立了僧团，佛宝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宝就四圣地，僧宝就五比丘，成第一个僧团，是现在我们南阎浮提呀、啊，所以他就立刻回到了摩揭陀国啊，到那个迦叶山去度三迦舍啊，也在王舍城，哎，在王舍城也度了目犍连啊，跟舍利弗，还。度频婆娑罗王的大臣数万人啊，国王王会以及大臣，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婆罗奈城，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大展宏法呀，所以他们算计了一下，嗯，这个地方啊，我们还可以混得下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大家去。相继就到了波罗奈城，就在那个地方了。佛陀一知道，佛陀他有神通嘛，他当然就知道。他们又跑到了波罗奈城，他们一到波罗奈城，那当然他一定会大展他们的外道邪知邪见了、啊，才有人供养啊，大展外道邪知邪见，那一定是
会断众生法身慧命呢？尤其啊，这六十二道里面的唯物论是最可怕的。他认为这个人的生命是依附在物质上，所以当人去世的时候，这四大分离，精神就消失了，就是严重的断灭见。所以他倡导及时行乐没有因果不无因果，没有什么果报这个很严重，这个邪知见你传播下去害人堕到三恶道，堕到地狱所以佛陀不去救度他们不行所以佛陀也救了，赶到婆罗奈至婆罗河边所以尔时我复往婆罗奈，婆罗奈城这个地方住婆罗河边住在这河边。那佛陀一到那个地方到了婆罗奈住婆罗河边的时候，这消息很快就传了印度人喜欢传话嘛一传十，十传百，一传婆罗奈的市民婆罗奈城的这个国民，大家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国度我们要去请法了，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去请法了这个是一传十，十传百这婆罗奈城大家也都知道佛陀来了也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了。那这个时候时婆罗奈有长者子名为宝称，单荒无益，不知无常以我道故自然而得白骨观法那在这个婆罗奈城有一个大富长者也就是他们这个婆罗奈国这个地方有非常有钱有势有财有势的这个大富长者这印度有钱人有钱的不可思议他钱换在家里都被白蚁吃掉了，对不对？现在的报纸上等等了，很有钱。你们看，印度一个首富嫁给女儿，花了几亿的美金呢？你看最近电视爆出来，几亿的美金，请那个全世界最高档的那个歌星去唱，那个唱一条不晓得多少千万的美金呢？这样有钱的那么有钱，穷的是穷的很可怜三餐不济所以真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所以这有个是大户长者非常有钱的，他的公子，他的儿子，名曰宝琛大户长者的儿子大儿子。他因为家里有钱嘛，所以自然享受这五欲六尘，荣华富贵，家里有歌妓，还有佣女，有侍者，什么都有设备这个春冬的宫春夏三季的宫殿都有通通有设备非常的豪华我们现在在超级豪宅别墅所以呢荒诞无益不知非常所以对这财色名食睡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享受这五欲六尘，迷在这五欲六尘，这是麻醉所以不知道这是苦最后你刚得到有点刺激感可是又过几天习惯了就完全没有感觉了。你要再让他感觉有刺激感，要怎么样？要加重分量像吸毒一样要吸一点点的，刚开始飘飘欲仙，到最后没有感觉，没有快感了。要达到那个快感，再加重分量。又快肯定又来，加到重到一个程度，中毒了，中毒就生病就死亡了所以他终在单立这五欲六尘不知道你不断的迷下去，只是不断的增加混乱了，所以这是热苦到最后你身体承担不了的时候，什么病都来了，所以不知非常不知道这无常你以为你的身体撑得住过一阵子不要几岁你就再见了，拜拜。你看我们中国的帝王很少超过四十岁以上有的二十几岁就死了，三十几岁死了多的是
那能够有的80几岁的，那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很少很少，这都是荒诞无益。像这个皇帝没有人敢管他，那单荒无益，不知道无常啊，他以为他啊身体受得了，等到身体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救不起来了，透支太多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无常啊。那以我道故，自然而度白骨观法呀。那佛陀到了说，哎，这个佛陀的圣名广传，传到了啊，这整个路这个坡这个这波罗奈波罗奈城呐、啊，啊，波罗奈鹿野苑里这波罗奈奈国这个地方，波罗奈城这个地方，啊，这名声传到这个地方，当然这个长者子宝钏他也听到，哦，有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名号，而且释迦牟尼佛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出场也不一样。这个地方马上会感受一种很特别的那个佛力的磁场的影响，激起他过去生中修行的这个无漏的种子。可见这隔音之谜很恐怖啊！这个波罗奈过去有修行，所以感得这么大福报，现在大长者家的长子能够享受这无意啊。但是嘿，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呐、啊，他的过去宿世的因缘，他无法起现行啊，种子不能起现行。哎，那释迦牟尼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来的那个磁力，还有如来的这个磁场，如来到的地方磁场怎么都不一样啊。还有在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哦，释迦牟尼佛好了，八世田中他过去生修白骨观的，啊，这个很深厚，这个无漏种子起现行了，起现行了。所以啊，这有的人啊，他突然听到这，从来没有学过佛，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他流眼泪，哦，流眼泪，都是过去生的，是过去生念佛了，啊，对不对？啊。啊，又在莲花包里面，其实我们这里就莲花包，对不对？等着人生可继续修行，但是你过去念佛、啊，本来说不定你要堕到三恶道，哎，门佛的，你还临终还会想到，哎呀，佛阿弥陀佛，我有业自在，哎，让你在莲花包继续修行，继续用功，啊，因为那你回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又开始有隔音之谜了，哎，隔音之谜突然听到，哎呀，那阿弥陀，哎。种子现前，哦，流泪，痛哭流泪啊！啊，如十字街头见到亲娘一样，哎呀，久不见了，突然看到了，啊啊，那种感觉非常的激动，感动的流泪，一样的道理啊！啊，他这个过去生速速修行的这无漏的因呢、啊，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如来的。法身的那个磁场不一样的加持，再加上他听到释迦牟尼佛圣号的这个名号，哦，好，过去生速速修行了，不净观的无漏种子啊，不净观你们最后的是白骨观啊，白骨观整个现前的，突然现前的了啊，所以你看突然现前，自然而得白骨观法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看，要圆呐、啊！我们常在念心中无漏的种子要圆。我们现在欣喜大声的种子，也许我们来生啊，得到人间或者天上，当然天上就不会忘掉，在人间有隔音之谜。你在人间，哎，突然又听到某大声的呼唤，缘又现前了，会让你感动的痛哭流涕。这个好像好熟悉哦，你进步也特别快，就是这个因缘。他而得白骨观法，他得了这个白骨观法，把他吓死了。把他吓死了，建起宫殿，啊，殿舍宫人才女悉为白骨啊。他看到他的房屋里面所有的宫人，就是他的侍女、随从侍女来服侍他的侍女，还有才女，这是唱歌的歌女、歌舞歌姬的歌女，啊，悉为白骨。啊，乃至于看到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母亲，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家里养的小狗、小狗宠物、小猫，哈、啊，都变成骨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跟你讲，我们看这个没有感觉、啊。如果哪一天我们突然这样夹起来，我跟你讲，夹起来昏倒，我告诉你，真的会吓破胆。你想想看，一种哎，我丢毛啊，哎呀，怎么搞的，对不对？
突然好好的，突然眼睛一变，哎呦，怎么所有人都变成白骨？哎呦，那刚才那个跳舞那个歌女在那跳舞，在旁边我服侍了，帮我捶背的服侍了这个侍女，对吧？突然看到哎，白骨在给我敲背，哎，白骨在跳舞，你别惊死，保证吓死了，你知道吗？那是突然而来的呢。如果你慢慢修白骨观，看成了白骨，那没有关系，你是慢慢修出来的。突然之间，突然变了，所有都变白骨，嘿，惊死人了！那真的要什么？哎，我就掉魔，对不？卡掉一面，对不对？一定是吓死我了。他就这种情况，突然之间变这个样子。他突然过去生修白骨观的无漏种子，突然现前，看到这整个事，看到的人所有都变成白骨，哇！惊恐万分、啊、我们看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如果轮到自己开始的夹起来，不过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也变这样，哎，没夹，你就知道你这白骨观现前，你过去曾有修白骨观，赶快修行啊，能够证阿罗汉，白骨观可以修到证阿罗汉啊，断见之后啊，把这个无依流程都断掉啊，对不对？哎、可是他不知道啊，他吓一跳、啊，看到所有都变成白骨，哦，怎么这么恐怖？所以真的心生怖惧啊，如刀啊，毒蛇如解如何啊？啊，一看到、哎、白骨在敲背、哎，白骨在跳舞，哇，啊，吓得要死、啊，心生怖惧，夹着脸，哇，恐怖！我的永王病人，你看，突然好好的，突然一眼一转眼，通通变白骨，啊，那是突变呐、啊，啊，那个吓了一跳，不会像刀一样，像。啊，那个万刀刺在自己身上一样，痛苦万分，像毒蛇，四处都是毒蛇吐的那个，那个吐会毒蛇会吐那个舌头，就所有的那个毒蛇要跟全部向你围攻，在吐的那个头伸这么长，在吐的那他那个舌头像这样过来一样，感觉像这种感觉，因为他看到全部都是白骨啊，就像这毒蛇一样啊，啊。像劫啊，小偷来抢你的东西，拿了刀啊抢你的东西，不是在跳舞啊，像小偷或者那个强盗拿刀来砍你一样，像哦猛火烧过来一样，哦那个心惊胆战呐、啊，那真的是吓破胆呐、啊！哎，你想想这个场景，看那几个字没有什么，我看到这几个字，想想那个场景，我嘛惊着嘞，他们那个场景真的很恐怖啊！你想想看多恐怖，突然之间变这个景象，所以。真的是如解如火，像火一样啊！赶快逃啊！祭出其色，不是他慢慢走出来，逃啊！不要跳了，不要跳了，不要跳了，赶快逃啊！哦，这个储备大的呀，对不对？吓死人了，赶快逃了 啊！逃什么？他已经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已经知道了，听到释迦牟尼佛就住在这个。婆罗河边呐、啊，是往婆罗河边赶快跑啊！逃命要紧了，太恐怖了！这个骷髅变成这个样子，太恐怖了。然后一路跑，一路喊着啊，随路并联啊，具坛沙门那时候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学佛啊，所以还不知道称为如来救命啊啊！他还称具坛沙门啊，这具坛是释迦牟尼佛信的，这个翻成中我们中国话叫日出啊，也叫甘蔗种。啊、太阳出来的日出、啊、那有分成甘蔗种、啊、那我们一般以翻日出看起来、啊、像太阳光明出来的、啊、这样的翻译、哎、比较符合我们佛教的意义所以具坛沙门 啊是沙门出家人 啊具坛沙门 啊我今就像为己所追逐盛大布局、啊、我心田现在如同、啊被那个强盗在追逐，要了我的命一样，要夺我的命一样，我恐惧的不得了啊！我所看到的四面的人，通通是骷髅，吓死我了！我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啊，佛陀啊，救我啊！就一面救救，一面逃，一面跑，一面跑，跑得很快的啊，跑到这个气喘如牛啊，这样匆匆忙忙冲到佛陀，哎，啊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所住的安住的。这个地方啊，婆罗奈啊，婆罗河边呢、啊，他见了佛陀，礼拜佛陀啊，佛陀救我啊，啊，我很恐怖啊，我现在四处所看的都是白骨啊，佛陀救我啊，佛陀就很温和，非常慈祥的、啊，很慈悲的告诉他佛言，善男子，佛法众生安稳无
无惧了，你已经到了我三宝僧团了。我这里我是一个，以前我不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第一个，这么我们这个南阎浮提的第一最开始的三宝就在啊婆罗奈成立的啊佛法僧三宝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安稳。所以你放心，这佛法众生的地方，有三宝的地方，啊，是绝对平安无事。我包你平安无事，你所有放下来，啊，你前面安放下来，啊，那当然佛陀会告诉他们，你过去生也修行过，数世以前你修行过这样的因缘啊，所以你会见到这个境界。而今呢，借着这个缘起诸法，佛陀来这个地方，因缘生，诸法因缘生，把你速速的无漏的善因引发出来，让你见到这个境界。你放心，你没卡掉因，也没掉魔，你放心，这是你善根成熟啊！啊，哦，长者眼他一听。哎呀，他在三宝中就无所谓，而且他知道他叔叔有这样的善因，立刻想到他过去生呢有这样的叔叔的善根，那过去有修行啊，有修这个菩萨行，所以今天感得这么大福报，所以来会生到这个大长者家，哦，却忘掉了啊，国人之名忘掉了，所以为什么修行人到天上会忘掉？因为太享福了，所以到天上的这些。我们的祖先他也会忘掉了我们，因为他太享福了，会把我们忘掉。但是在七层天的鬼神天，他会帮助自己的子孙，他没有像天人那么舒服啊，天人都是忘掉了。所以啊，你在这里一享福忘掉，把你修行的善根忘掉了。所以张子言啊，马上就说了：说三宝中无所谓，而且我有数数有善根，我今也当得无所谓啊。果然啊。他整个心到了如来前面，整个心安定下来，虽然看到了白骨也不觉得什么，觉得很正常，恢复他以前修白骨观的境界，而本来已经修成功的心非常的 安心，非常的安然，当然这样让他产生对三宝无比的信心，也对自己修行出家能够证菩提啊，给予极大的鼓励啊跟信心。所以我既听起出家为道，所以他立刻要求佛陀为他剃度出家，他马上决心出家，也回去也不跟他父母亲啊，等我回去跟父母亲商量一下，回去都不需要了，马上剃度出家，再回去看待父母亲的时候，哎，父母亲吓一跳，哎，阿弥那病出给人，对不对？哎，他的决心那么快，那佛陀就立即听起出家为道。哎，不是说佛陀说，哎，你回去，哎，先跟你父母讲一下，再来，我再帮你剃度。佛陀没有，立刻帮他剃度，立刻让他出家。为什么？佛陀知道他宿世的善根呐、啊，今世迷了，他今生会正果的、啊，所以马上准他出家了。那十长者子，复有同友其事五十，而我们宝称愿意出家，济供和顺相宜出家。啊，而这个时候，这长者子一样，跟他们很有钱的，都是一个很有钱的一群呐、啊，特别是好玩的这一群呢，有五十个人啊。一看到说，哎、欸，这个我们的老大都带头的领队的，对不对？哎、欸，都是这位宝琛呢、啊，他领着这么五十个人到处去吃喝玩乐，去玩耍了啊，在听歌了、跳舞了，都是他带头的，他是我们领队啊，领队都去，都跟着释迦牟尼出家，哎、欸，出家一定不错，一定比我们这样玩更好，对不对？哎、欸，我一来就要出家，哎、欸，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他会说了，他那么有聪明，又那么有钱，他会跑去，这个出家一定比我们这样游乐更好、更殊胜，哈，对不对？哎、欸，太有影响力啊！所以啊，哦，他一听到这个，听到这宝琛愿意出家了啊，这个长者子，我们这个守护的长者子，他都出家，那我们这当然一定要跟随了。所以、啊、这五十个人，济供和顺相宜出家。我以前还没有学佛以前呢、啊，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啊，你知道很穷。我父亲这个公务员呐、啊，养了六个小孩，你想想看，那公务员只有薪水而已啊。啊，那就在乡下，当然经济很不好，所以你看我读私立逢甲学院，我那时候逢甲学院都还没有成大学啊，所以我在逢甲学院辈分很高，我整个学校是第四届，啊，
那我们建筑系又是第二届，所以比起来都是我的学弟啊。私底下比较贵，所以我父亲举债让我读大学，这样读毕业啊，读毕业啊，欠人家钱呐、啊，你看，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完了，我长大一定要赚很多钱啊，我不要过这种苦日子，后悔享受的，对不对？啊，不过这个苦日子，一定要努力的赚钱啊，对不对？所以真的，我在台北工作，我很努力的赚钱了，真的非常努力赚钱，啊，对不对啊？这个一个人兼了好几个工作，很努力的赚钱啊。这个那后来哦，这个从建筑师去跟他投资做盖房子的，哎，果然赚了一点钱，就开始懂得享乐、吃喝玩乐了，啊，吃玩乐哎，但呢，这个很奇怪，这一定有酒肉朋友。自然有这吃喝玩乐的朋友啊，对不对？后来我就啊，遇到老法师，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佛陀基金会。以后我就所有的坏习惯一夜之间全部改掉，我就规规矩矩做佛教的事情啊，规规矩矩。那我那时候就成立了佛教的这个单位以后，嘿，我们以前那个林总干事就看到，哎，那简居士，哎，他都会去。到去做佛教了，哎，这个佛教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所以他也来了。我们以前不是林总干事的，哎，他就是啊，以前我也会带着他去哪里跑去玩啊，吃喝玩乐去，哎，他也来了，哎，来了，加入佛陀基和佛陀基金会，哎，很多朋友都跟着来学佛修行了啊 那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赚钱的 也有一些朋友，他也会在外面说，哦，这个老干的哦。做有眼光的，现在开这行最好。既然说我在开这行最好谈，对不对？开这行的最好，对不对？你看也有人这样讲，他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是真的是好好来做佛教的。他因为我那时候是很喜欢赚钱的，是不是？他们就会这样讲啊，对不对？啊，就开这行的家伙，所以是实在是很好笑，讲起来很好笑。所以我现在讲这。这位这个这位的宝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那五岁的朋友也是这样讲，哦，一都可以出去，这个出家绝对比我们好多了，所以五岁人考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一下，也跟着他马上统统出家了，所以这他就。有51个人一起出家，都是相宜出家。那当然了，这个消息呀、啊，哦，你看那50个也都是家里都是非常的富有哎，都做几年了，对不对？都很富有啊。那这个宝琛也是更富有，是首富啊。啊，这长子通通都是出家了，哦，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这个。佛陀那一层轰动，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不可思议啊！能够让这个大富以前他们都是哈，都是做爬王，对不对？哈，都是这个公子哥儿都是爬王，都是到处嬉耍游乐的，对不对？哈，花钱像流水一样的。既然51个人通通出家，跟着宝生出家，这太不可思议了。整个传遍了整个婆罗那一国，那当然这64位大也听到了，大家对释迦牟尼佛，哦，这个一定有他相当的号召力。我说怎么可能嘛？这个那么有钱，家里那么有钱，出家要过3亿波罗生活，对不对？要托钵，住在丛林里面呢、啊。啊，蚊子又特别多，印度蚊子很多，他尽可被蚊子咬，他都要去出家，跟着佛陀出家。嘿，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一传十，传百传了，整个婆罗那一国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所以当然。本来这六师外道在婆罗那国，大家这里是修行门，对沙门还很尊重。佛陀一来，他的地位就又低下去了，又被贬下去了。再听到他嘿曾经跟释迦牟尼有斗法输掉了，对不对？他自然就不受到尊重，所以他又想，哈哈，啊，够酸了啦，对不对？要舒安酸，赶快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六师文理啊，他们说这个会再走不行了，
六十五里辗转复议占卜大臣呐、啊，啊，那使占卜大国一切人民悉供奉是六师之徒啊啊，除未曾闻佛法声名呐、啊，啊，多有诸人造。哎，我们请看六十五里辗转复议占卜大臣。使占卜大国一切人民悉供奉是六师之徒，初未曾闻佛法声名，多有诸人作其恶业，唯尔时为众生故往占卜城。使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祭祀，奉是六师以求子息。其后不久，父者怀孕，长者之矣，往六师所欢喜而言，我父怀孕，男耶女耶？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闻语，心生愁恼啊！复有知事来慰长者，何故愁恼？乃如是耶？长者答言：我父怀孕，未知男女，故问六师。六师见你如我相法，生必是你。我闻是矣，自为年老，财富无量，如其非然，无所附属，是故我愁。自是复言：汝无智慧，先不闻耶？优罗频罗迦摄兄弟为谁弟子？佛曰：六师耶。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摄何故舍之，不视为佛弟子啊？何故舍之不是为佛弟子？又舍利佛、目犍连等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摩利夫人等诸国长者、悉达多等，如是诸人非佛弟子耶？旷野鬼神、阿舍世王、护财罪相、殃劫摩罗、恶心之甚，亦害其母，如是等辈，是非如来所调伏耶？长者，如来世尊以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发言无二，故名如来；断烦恼，故名阿罗诃。世尊所说终无有二，六师不尔，云何可信？如来今则尽在此住啊！若欲识之，当忆佛所。尔时长者即以世人来忆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合掌长跪而作誓言：世尊，依诸众生平等无二，冤亲一向，我也爱劫之所系缚啊！以冤亲中未能无二，我今亦问如来也。是是，深自愧惧，未敢发言。世尊，我父怀孕六师相言，生必是你，世事云何？佛言：长者，如父怀孕，世难无疑啊，妻儿生矣，福德无比。而是长者闻我已矣，生大欢喜，便退还家。尔时六师闻我贤计深则必难，有大福德，心生嫉妒，以阎罗果活活毒药，辞往其家，与长者言：快哉具谈，善说其相，如父临烈可服此药，服此药以儿者端正，惨则无患。长者欢喜，受其毒药，以复令服，服以行死。六师欢喜，周遍尘世，高声畅言：沙门巨谈，既彼长者复当生男，妻儿福德天下无甚，今儿未生，母以丧命啊。二师长者复以我所生不信心啊，既依世法兵练棺盖送之城外，多积甘心以活魂之啊！我以道言明见此事，故命阿难，其我依来，
吾欲王比摧灭邪见呢。啊，我们啊，继续啊，来看这第一段啊，这个请看582页第一行的啊上段啊，六师闻已辗转复议占卜大臣呢 啊这六师啊，知道他这个地方啊婆罗奈这个地方他待不下去了啊，所以他们想，哎，这个占卜大臣这个地方啊，我们以前曾在这个地方弘法过了。啊，在这弘化过了，这个地方的人，哎，对我们的教理呀、啊，哎，也蛮接受的，很接受我们的教理。尤其讲到这个唯物论啊，这个生命是依附在物质啊，没有因果了，你们要及时行乐了，这很多人都很欢喜啊，都很高兴啊。哎，我们到那个地方，嗯，也会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啊。我们就到占卜城去了。所以这个六十五你就辗转译着占婆大臣，这占婆这两个字分成为就是金色花，金色一种花，金色也翻成为无胜，没有比它殊胜的金无胜、哦、所以这个时候占婆大国一切人民悉供奉是六十之土啊，因为他以前就在这里弘法过了啊，所以他一到这个地方，这占婆大臣这一切的人民大家对他很尊敬，哦，他还觉得我来对的地方了，我找对的地方了，啊，对他非常的恭敬供养啦，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初未曾闻佛法声名呐、啊，都有诸人作极恶业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三宝的名称呐、啊，从最初到现在，都活到了这个时候，啊，从来都没有听过，啊。三宝的名称呢、啊，所以当然他们造业呀、啊，对不对？所以呢，多有诸人作极恶业，他们相信这个即死行乐，波无因果啊，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啊，对不对？精神依附在物质上的唯物论呢、啊，这个物质消失掉了，所以精神就散掉了，拿什么因果，拿什么果报啊？哪有什么？有的人啊喜欢。啊，享乐的、啊、如果你就喜欢享乐、喜欢造业的人，一听到因果，他有点怕怕的。然后他信了这个，哦，我们老师这么讲，播因果，哎，做的刚好给他一副强心剂一样的，他就尽量去造恶了，尽量去放肆、大胆的去造恶。这个是直堕阿鼻地狱的。这个老师很这非常可啊，非常可悲啊，让他的弟子这样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占婆城有。多有诸人，不是少数人呐、啊，啊，因为谈到这个即时行乐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听了很欢喜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做极恶业，你想想看，不是只有恶业而已、啊，极恶业啊，啊，为了得到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说都有诸人做极恶业啊。那时候我已耳识为众生故往占婆城了，所以佛陀好已经知道了，佛陀啊有神通啊，他知道哎这六师来到，又跑到占婆城去了，佛陀马上从后也赶到了占婆城了。而这个时候呢，时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祭祀奉祀六师以求子息啊，其后不久护者怀孕了啊。那这个时候城中，因为这个城中占婆城中，大家对六师外道，嘿，感觉他们是先知先觉啊，他们是有神通的，是先知先觉啊，啊，所以对他们非常的恭敬啊，供养啊，啊，那因为这个大长者在占婆城，这个大富长者有钱人呢、啊，他没有祭祀啊，啊，他没有儿子，他生了女儿没有儿子啊，所以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啊。所以他就对着啊，这个六师外道特别供养、恭敬供养。这六师外道啊，需要什么他立刻供给啊，对他这个有求必应，马上应。为什么？哎、希望啊，这六师外道你帮我回向，让我生个小孩啊，啊，希望以求子息啊，希望有生个儿子了。其后不久，护者怀孕了，果然没多久了，奉祀了一阵子以后，哎，他的夫人啊。怀孕了，果然怀孕了，啊，这个年纪大了，怀孕了，很高兴了，对不对？很高兴。啊，长者之矣，往六师所欢喜而言，我父怀孕，男也女也，啊，那
啊，他想的哦，这是我供养六师外道的这六师，哎哎，他保佑我，加持我啊，让我能够生了小孩了啊。他心里一定想，这六师加持我们的，一定是生个男的，让我能够得子，晚年得子，也很高兴了、啊。他赶紧的一走去问，一走答谢这六师啊，所以欢喜而去啊。然后问到了，我父怀孕男耶女耶啊，我太太啊，现在怀孕是男的或是女的 啊，六十大人生必是你啊，哇，一听到像小红点七当，为什么？在印度的女儿嫁出去了陪嫁，真的要陪很多，要陪嫁，对吧？对不对？他是女儿嫁出去是别人的、啊，所以那他这么多的产业，他大户长者，他这么多产业要交给谁了？难道我就全部陪我女儿一起嫁出去吗？所以他心里啊非常的愁恼啊，对不对？我年纪又这么大了，是不是还可以生得下来第二个还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生不下来，我就完蛋了，我就此就没望了，就没有儿子了来继承他这么大的产业，所以心里非常的愁闷啊，愁恼啊，苦恼啊，忧愁又苦恼啊，啊。啊，那哎，有一天他有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有智慧啊，他有智慧，他有听到佛陀的这个名号啊，他知道佛陀啊智慧广大，神通不可思议，他也听到啊这个佛陀以前在那个舍卫国跟六师外道在比神通，六师外道输了一败涂地啊啊！答应要拜人为师，输的一方要拜对赢的那一方为师，结果他还跑掉了啊！不遵守诺言啊！那刚好他这个朋友啊啊，这个来，这个看看他的老朋友了啊，看他的老友啊，所以富有知识来为长者来看看他的老友，一看他老友，哎。怎么突然？哎，我怎么这一阵子没看到你？你怎么看你突然老这么多？看你都满脸愁脸，是什么道理呢？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哎呦，我那熊熊老在劲，对不对？哎、啊，太烦恼嘛。哎，啊，怎么满脸愁云密布？这是什么道理的？对不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这个，这是哈。何故愁恼乃如是耶啊，干得这么严重的样子呢啊，长者长叹一声啊，长者答言啊，哎呀，您有所不知啊，我父怀孕未知男女，故问六师啊，六师见你如我相法，生必是你啊。啊，我将供养六师，六师啊，这位六师啊啊，这个六位沙门啊，这个六师啊啊，我希望供养他，靠他的家族来生个儿子啊。结果我的太太怀孕了，我好高兴了，生了这应该是会是男的。我去问这六师，六师既然跟我说是女的，一定是女的啊啊！还话呢，小红点去当，充满了希望，这个希望都破灭了。所以我现在很愁恼啊，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再生下一个啊。对不对？不是我养不起，是生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然就苦恼啊，啊，对不对？六师见你如果相法，我的看相啊，六师，哎，一相，我帮你相，一相，哎呀，你这个是婢女呀，一定生你的，而且还加个婢女呀。他说，如果讲个可能是你的，他有点希望，对不对？婢女一定是你的，哇，就像哎呀，对不对？所以他的欢乐啊，是整个。烦恼啊，心里非常的苦闷跟烦恼了、啊。所以啊，我闻是已啊，自为年老，财富无量啊。如其非然，无所护子，是故我愁啊。你看，我听了这句话啊、哎，我想我这么老了，年纪老了，我的生命出来了，没法多了。那这位是刚拼出来，对不对？啊，接下来也没办法了，我这么多的财务要怎么交棒，对不对？而且我要生个女的，你要嫁出去了，我都没啊，对不对？如其非然，无所护子啊，所以我愁啊，我这么多的产业到底怎么办？充公或者怎么样？或者交给我的女儿接受，她嫁的是别人的哦，我这么多的产业，我在那边搞上，所以啊，她就非常的愁恼啊。哎，他们也是重男轻女啊，古印度也是这样啊，啊，所以他们古印度人的太太啊，也是可以卖的，你知道，他们这是很非常重男轻女的，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所以我愁啊，我愁啊，啊，那就为他的老朋友啊，这个老朋友。善知识啊，
真的有智慧啊！啊，他亲近过佛陀啊，要知识复原了、啊。你无智慧，先不闻耶？啊，你实在是啊，这个判断力不足啊，啊，孤陋寡闻呐、啊，判断力又不够啊。你听到那么多的，你大富长者，你在这里啊，这么有地位，一定很多消息很灵通嘛，对不对？只是你判断力不足啊，啊，所以你无智慧啊。你以前你不听过呢？人家都跟你讲过了，优婆停罗迦摄兄弟为谁弟子？佛耶，六师耶，啊，这个。迦罗频陀迦摄三弟就是那个四佛外道的三兄弟，佛陀去那里度了他们啊，连同他老大有500个弟子，老二老三各有250个，所以1000个弟子全部皈依佛陀。你知道那个三迦摄在摩揭陀国是非常享受盛名的，非常有名望的四佛外道啊，他们都归顺了佛陀，所以佛陀哦声望一下子啊非常的。这个为人崇拜，这样，这三家寿都跟着佛陀了，啊，那时候在这个摩揭陀国啊非常有名气的，啊，所以他就问他说，这三家是谁的弟子呢？啊，是佛陀是六师啊，他说归于谁呢？六师若说一切智者，迦摄何故舍之不视为佛不是为佛弟子啊？那迦摄他也是个大修行人了，他没有神通啊，啊，这三迦摄也是有神通啊，只是神通不比佛陀，不能跟佛陀比，佛陀一现神通把他们都吓坏了，然后吓坏了，心里很恭敬，佛陀一说法，他们证阿罗汉了，那他们怎么不归顺呢、啊？对不对？他们有神通，他们有神通，有什么智慧，他怎么会哎不去选择六师而选择佛陀呢？所以你看何故舍之不是啊，而为佛弟子？他愿意归顺为三宝弟子啊，啊，他又举又舍利弗、目犍连等，哈、啊，是舍利弗、目犍连，那说是王舍城的有名的这婆罗门外道啊，修行修得非常好啊，而目犍连有神通啊，他有神通啊，啊，他本来就有神通啊，啊，而舍利弗是辩才无碍啊，啊，那智慧广大，辩才无碍、啊，哎。在那个摩揭陀国也是极享盛名的、啊、他们两个人带了250个弟子都去皈依佛陀啊，啊啊，变成佛弟子了。所以哦，舍利弗、目犍连，他都去皈依佛陀，怎么不去皈依六师呢？对不对？他连自己的婆罗门，嘿，他都愿意放弃去皈依佛陀啦。以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摩尼夫人等，哈、啊，还有诸国长者悉达多等。如是之人非佛弟子也啊，还有频婆娑罗王，还有他的夫人，还有摩尼夫人啊等，还有诸国的长者啊，像所有国的长者、悉达多长者，他把家里所有的黄金铺满了来捐，这乞士及孤独人呐、啊，来供养佛陀啊啊，这个消息你在这里多少也听到一点嘛，因为你是大富长者，是个消息灵通的集散地啊，这个所有的消息都传播到这里啊，你应该都听到了。那这些人非佛弟子耶？啊，他们是不是六师外道的弟子？不是啊，他们也都是依止佛陀，而且对佛陀是无尽的恭敬啊，舍尽家财来供养佛陀，来建金舍来供养佛陀，希望他来这里弘法度众生啊。还有呢？旷野鬼神啊，像这些妖魔鬼怪，旷野鬼神都被佛陀收服啊。旷野鬼神啊，阿舍世王是个恶王啊，这恶王你看长得龙疮毒瘤，没办法医好。后来佛陀跟他忏罪，把他医好了，他变成佛陀大护法。真的，所有的宗教外道，通通都没办法医疗，只有佛陀把他医好啊。阿舍世王是个恶王啊，啊，他所以因此呢，归顺了佛陀啊。变成佛教的护法了，还有护财罪相啊，这提婆达多跟这个阿舍世王啊合起来啊，两个人把那个罪相，那个护财的罪相，这个护财罪相这个相是特别大又特别有力啊，特别狂大，所有的相都不是他的对手，把这种护财，所以这种大相称之为护财啊，大相力量广大的不得了啊，然后把他灌醉啊，然后
尾巴把它烧个火，让它去冲佛陀到，冲到佛陀前面。大家讲，佛陀就在完蛋了，完蛋了。如果这大象这好几头啊，这样冲到佛陀的前面，啊，哎，佛陀的手一伸，大象赶快跪下来，啊，惊一个就拢出来，对不对？因为佛陀这一手伸出来，这五个手指都现出了五头大狮子，我们看不到，大象看得到。五个狮子，前面经典都解释得很清楚。五头象都轰，哦，那个象，哦，像是森林之王啊，都大狮子那五头啊，不是一头啊，五头那个象夹在那，马上酒就醒过来了。那夹在那醉醒过来，一看就降服了，乖乖的跪下来了，哎，被佛陀降服了。所以你看，这个护财罪象都被佛陀降服了，还殃劫摩罗恶心。自身亦害其母，殃劫摩罗啊，说受了他的外道的老师害的啊，要他呢这个把人的手指头把人杀了，把那个手指头串起来啊，串了一百个，串了脖子，这样会正道。所以他杀了99个了。大家看到殃劫摩罗，哦，这专门豺狼，这杀人魔王，远远看到他逃了，所以他找不到另外一个啊，距离100公里以外，只要看他的影子啊，那个很像殃劫摩罗，大家都逃了。他找不到人，他没办法，哎，欠我存欠一个而已，是只剩一个而已啊。所以啊，他在想，糟糕了，我根本找不到另外的人，人家看到我远远的就跑了，我都那都一公里以外就跑了，我说这不藏起来，我找不到人。哎，才想到他母亲，他母亲都会给他送饭呢，他是修行人呢，中午都会给他送饭。他说：“哎呀，没办法。”啊，老母啊，潘水啊，对不对？我找不到人，我只有杀你啊，把你的指头穿在这里啊。我佛陀神通一下知道，这个杀母罪是绝对都阿鼻地，而且他罪过是受了他的外道的邪师的缠后啊啊，所以佛陀救他。哎，他故意现在他面前一个出家人走到前面，哎，今天不用杀我母亲了，哇，这个替死鬼来了，哦，这个杀这个出家人来在我前面，太好了，他抓了刀子。然后从他一挥，以为挥到了，差了好几寸，对不对？啊，他又跑到前面了，啊，追出来了，再挥又没有挥到，再挥，啊，那挥到那个沙门看他走路非常的平稳，这样走了一步一步很平稳，他还用半跑半追的呢，结果他气喘如牛了，气喘如牛说：“啊，沙门呐，啊。”停停吧，停停吧，对不对？他希望他停下来，赶快挥他一刀，对不对？啊，停停嘛。这时候佛陀一转身过来，该停的是你，不是我啊！你的狂心不停啊，你要杀母啊！为他开示他，一看到释迦牟尼佛，沙门的像，释迦牟尼佛马上现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所以真好，那种威仪，那种威德，哦，那种光明，让他一下子就跪下来，心服口服听。释迦牟尼为他说法，他正果啊，殃劫摩罗正阿罗汉果啊，啊！但是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他去偷钵，人家都给他石头、沙子，对不对？来欺负他，他也只好自己知道过失啊，忏悔啊。但是回到了僧团，人家还是会给他吃的了。所以殃劫摩罗也是佛陀救他的，救了他的。所以殃劫摩罗恶心滋生，要害他的母亲呐，啊。如是等辈非如来所调伏也，这不是都是佛陀救了他们呢，救拔他们呢，否则他们都要堕无间地狱，杀母是，这是忤逆罪了，不得了啊！真的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救度了吗？长者，如来世尊一切法自见无碍啊，故名为佛啊，发言无碍，故名如来啊啊！所以，哎呀，老朋友啊。我们的老兄弟啊，对不对？兄弟一样，老兄弟啊，长子啊，如来世尊啊，佛陀世尊啊，啊，他是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浩瀚的宇宙，圆照浩瀚的宇宙啊，法身无所不骗的，骗一切处啊，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切事情都在佛陀的眼界来啊。眼界底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过去现在未来，如是因，如是缘，如是啊实，如是啊啊，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所以知见无碍，所以才称之为佛啊，才称为一个觉者，真的无上的大觉者，佛就是觉意啊，发言无碍，故名如来啊。所以啊，
说的话绝对不会有第二句话，绝对不会有错的。所以如来是真理者，如语者、啊、不狂语者，不义语者，还有呢、啊、真理者，如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义语者，这是在《金刚经》里面说的好清楚、啊、所以凡无二故名如来、啊、断烦恼故名阿罗汉、啊、阿罗汉、啊啊啊、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啊，断烦恼故名阿罗汉，就阿罗汉分成我们中国话有杀劫，杀烦恼劫，贪嗔痴慢疑呀，这烦恼全部啊，全部都消除掉了，啊，这劫害我们的法身功德，不是杀外面的这个劫，是杀内心的烦恼劫，贪嗔痴慢疑恶见的烦恼劫，还有应供，啊，他出三界了三者，啊，证菩提的圣者，说应受人天供养，应供。还有这无声、啊、阿罗汉的无声、啊、跟我们佛正的无声法人的无声、啊、意义解释不一样。这个无声是指不在三界受生、啊、不受业力的牵引到三界去受生叫无声、啊、所以能够自在啊，他以意生生，如果他不入偏正涅槃，意生生游历法界，游历这十二者类生的法界、欸、看起来、欸、不是像我们人那个中阴身也是一生生的一种，但是呢，它是除非你有阴阳眼，你才看得到，没有阴阳眼你看不到啊，那看不到、啊、有阴阳有特异功能，但也可以听到那个中阴身一生那个一生生生出来的啊，而也是一生生的、啊。那为什么是中阴身？因为它不能红酒啊，最长49天一定会投胎去了，所以叫中有身，暂时给你这个一生生，这个一生生也是神通广大，但是人家看不到它，它要跟人家讲话，人家也听不到。所以你有特异功能、啊、有阴阳眼可以看得到，有特异的耳通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听得到，我说一般都看不到。但是如果阿罗汉证了无声，他的一生生可以变得跟人一样，完全有皮肤可以陪着你、啊、吃饭、啊、陪着你到哪里都可以，那一生就不见了，一下就隐世在法界里面、啊、那如果你阿罗汉、啊、他不以一生生世间的法界，那就入偏正涅槃。如果阿罗汉他以一生生即使不入母胎的，以一生生在十二列身里面啊，这个应化十二列身帮助众生，那就是菩萨啊，就是回小向大的菩萨了。所以他亦无生，是不在三界受生无生。还有阿罗汉又叫他无学，他毕业了，他不必再学了啊，因为他都是我们学了这些佛法，就因病给药，他病好了不必要再吃药了。但他这个无学是小学。小学，所以佛陀在原始佛教示现呢，啊，是这个小学毕业，但是他在啊《法华经》里面才告诉大家开权显示，啊，我目的不是叫你们只是出三界了生死自涅槃，这只是化成，我目的要你跟佛陀一样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法身大士，所以劝他们一定要回小向大行菩萨道，啊，而且佛陀。受集阿罗汉已经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所以他们得的是正觉位，正觉不是无上正等正觉，是正觉、啊、不会造业了，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我们现在还要依圣能量、啊、随时要记得圣能量，或者往往会做错。阿罗汉不必依圣能量，他可以自己想，哎，我就这样做、啊、所以你只要回入法界普度众生、啊、福德因缘的具足的时候，自然会开悟 正成佛果，佛陀为他们受记，所以在《法华经》为所有的阿罗汉都受记，将来成佛，是成佛的法华呀、啊、所以这个断毫名故阿罗汉，说阿罗汉的这四种名，一种就是杀劫，第二是应供，第三是无生，第四是无学，毕业了、啊、但是阿罗汉的毕业是小学毕业，因为他还有回小向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叫真正的毕业了。你这个真正的毕业，最起码来原教初住菩萨无功用行称法行、啊、在普度众生里面、啊、智慧分分正烦恼无明分分破，最后破尽四十二品无明正，这个一真法界就是常寂光土身土不二，尽法界就是自己一念心性了、啊、断烦恼故名阿罗汉。世尊所说终无有二，绝对不会有二的、啊、绝对不会有变的，绝对不会有变的话，跟你受记下来绝对百分之百正确的六师不二啊。
这不都比神通都输了，输了跟人家你自己挑战人家，还跟人家讲说输了啊，拜对方为师。这条件是你自己开的，这条件你自己开的，开了你输了，赶快跑，跑了不算数，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会胖了好几公斤？这叫食言而回，对不对？我们明天就是食言而回。你看，自己讲啊，这六十万的都讲话都不守信用的，这对不对？输了就要拜人家当老师的，人家那个长爪环智啊，他就跟佛陀挑战了，说谁输了啊？这长爪环智的这摩诃鸡翅罗啊，他还绝对有胜算呢，他还跟佛陀开了条件呢，但是舍利佛的阿姑啊，对不对？他觉得透，他智慧这么大，这么用功了这么多年，这么精进，头发也没有理，指甲很长，没有修，就是用功，我哪里会输给你啊？对不对？他就跟佛陀讲说，如果你输了，啊，拜我为师，我教你，啊，舍利佛还给我，啊，当我的徒弟，不能当你的徒弟。那如果我输了，我自杀谢罪。哎，你看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了，结果他输了。他真的拿起刀子就要自杀，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不这杀生，不可以不可以，我教你，一样条件，我教你，他马上拜佛陀当师父，佛陀教他证阿罗汉果呀，人家还守信用，这六十外道你看不守信用，自己开的条件这里输了不守信用啊，说讲话就骗人了、啊，所以啊，这六十讲话有二啊，对不对？啊，这个。Fine， 我顾名思义啊，这个六十不饶啊，云何可信呢、啊？他讲话都骗人啊，不准啊！如来今者尽在此住啊，那你运气还不错啊。佛陀现在也在来我们这占婆大城了、啊，就在我们这附近而已啊，啊，就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那个树林里面呢、啊，啊，他们都住在树林里面，也不远呐、啊。若遇时之，当遇佛所，我陪你去。我已经去看过佛陀了，你不知道哪里，我知道，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啊。二十长者即世人来意佛所，头面坐椅右绕三匝，合掌长者而作誓言啊。这时候，这位长者啊，就跟着这位有智慧之者两人，啊，由这有智慧之者啊，带他来佛陀这个地方，啊，见了佛陀，当然。头面坐礼，右绕三叉，显示最至诚的恭敬的礼拜了。然后你看他礼拜以后，不是怯坐一面了，他表示他至诚的恭敬心了，合掌长跪而作誓言，啊，他这合掌长跪一直坐着，一直跪着长跪，来长跪来跟佛陀请示，而不是怯坐一面了，是长跪来跟佛陀请示。表示至诚的恭敬，你要知道啊，我以前去做菩萨戒啊，一听到长跪我就要昏倒了。我天啊，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被跪过啊，所以小时候被跪算盘有个好处，长跪的时候就不会痛。或者你没有被跪过啊，那个长跪真的痛啊！哎呦，跪一个一节跪到几点钟呢？跪到最后就身体摇来摇去，很痛啊！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很痛，又痛又麻。一跪的就艰苦的，这个长者啊，一年纪又那么大，你知道吗？啊，伊当时很跪的，他从来他只是华人家跪，他自己不会跪的，对不对？你看他可以在佛陀面前长跪，你看这多大的虔诚，他一定今天嘛念掉，对不对？长跪而作誓言来请示佛陀啊，世尊啊，世尊，一诸众生平等无二缘起你相，佛陀，你对一切众生真的是平等无二缘起你相啊。啊，真的是平等心呐、啊！为什么他看了法界一相嘛，完全都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了，都是一个生命体的宇宙万法，就这个生命体啊，全相即性的、啊。你看这五蕴六入十二四十八界，你以为是五蕴六入十二四十八界，或者看到这五蕴六入十二四十八界，这十二列身的正一二八的身心，都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啊，是一个生命体中的幻境而已啊。弄这假，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啊，他完全看得好清楚啊。那十字菩萨看到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当下即空，他见了空性，见了空。佛是看到的中了，即空即假即中了，所以他从一中观一切，从平等中观差别啊，他不分别啊，他是
真正看到这个境界啊，没有分开啊，这法界一向归依都是如来中变作来灭嘛。所以佛真的是平等心呐、啊，啊，真的是平等无差别啊。所以佛说看明了众生有情无情都在那独主，即使不是独主，弄个念条的做一体啊。所以法身境界是好大、啊，若见诸相，回向俱见如来，这浩瀚的宇宙就是如来一个法身，即空即假即中，它的体性就是真如啊，这就不行了、啊。渐进就看到真相，这整个都是如来啊，如来中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这整个境界根本无生啊，生就是无生，哪有真实的生啊，一直的发心，它就是如来的法身啊，啊，因为它前相即性啊，啊，它不是实有的东西啊。所以如来看一切万境平等无二啊，啊，对诸众生不仅是有情无情，都是如来藏变出来的，有情是。如来藏、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见分、啊、能见相的见分变出来的，无情呢是什么？是相分变出来了的职能，有情是、啊、见分变出来的心能，变成是十二力身。为什么是十二力身？随你心的染污啊，啊，有了根本的无明，还有自末无明，还有见思后的生前后薄不一样，变成十二种力身了，体性完全一样，进法界的一个体性。啊，就我常常举例，你在做梦梦没有醒有差别啊，老虎啊，好人坏人的朋友啊，亲朋好友啊，有差别啊。你在梦里面有差别，我喜欢这个，我讨厌这个，哎呀，这个是真的很不很怎么样了、啊，对不对？你的梦境没有醒，在梦境啊，一大堆的分别啊，在梦境里面啊，有快乐有忧愁，这苦乐忧喜舍什么都有。梦境里面的境界跟我们现在人间是一模一样，无二无别。一醒过来，完全平等，都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心嘛。那做梦的时候，对不对？做梦的时候，哎，你不知道而已、哎。但是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独头意识的梦啊，啊，自己独头意识的做梦，所以你醒过来，它不见了，它不见了。但醒过来你就知道，原来里面都是平等，完全是平等，完全平等的，无二无别，都是你的心变了嘛。里面你的仇家，你喜欢的动物，你讨厌的动物，要伤害你的小偷啊、劫人、强盗，多平等啊，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啊。因为为什么你醒了会消失呢？因为那是你自己独头意识啊，你的业识变出来。而我们进这个境界是大家共业变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你真的你自己梦醒了，对不对？啊，破无明梦醒了就梦醒了，你看到法界就是你一心。一心中的即空即假即中，它的体性是空性，就如来中，就是佛性，啊，如来藏变出来，又叫自性。你赶紧变呢，是自性变出来，对不对？啊，那它这个相是缘起，缘起因缘的形。我们人间是十二因缘变出来的。那我们现在社会的科技，把它因缘变成我们在日常生活这么多方便，它也是各种因缘变出来的。你知道，变出来，这我们人间法界的生活就是这个方式啊，是吧？当下真空妙有，哎。当下真空妙有是空假不二，东哈，啊，它体性是空，缘起的是假，是空有不二，它是个幻境，佛陀看到它不会消失，啊，什么时候才会消失？所有一切众生，大家通通破无明的世界不见了，通通不见了，恢复一个绝代的觉性，个性，一个息灵不灭的觉性，就是这个东西，这个空灵不灭的觉性，啊，就是你生命的本源，所以办法都是你自己变的，你知道吗？都是你自己啊。所以佛陀真的看这世间的平等啊，你这个东西会越看越透啊，越看越清楚啊，越看越清楚。一个好见相，这样子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可以放得下。用了康的密啊，怎么不了解呢？所以叫你跟空性相应，修行佛法最重要就是相应。你这个理论上就讲看不到，那个观照力量还弱得很，你知道？那力量还很弱，要看到了啊，你要修转凡成贤成圣，哎，就有一个台阶了。那，所以啊，这个啊，这个他说是世尊与诸众生平等无二，缘起一相，梦醒过来啊，这种给都是假的呀，全都是自性变出来的幻境，即空即假即中嘛，这些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个空是指空如来藏，都是这个自性空的，对啊，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是空灵不灭，有个性，这空。啊，即假是缘起，缘起的这司法界三界出来，缘起即假，空假不二，色空
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是中啊，一切法的即空即即假即中，像梦醒过来，所有境界都平等啊。所以啊，这是有道理啊。我把这个为什么都是平等告诉大家，说冤亲一相啊。但是他会这样讲，但他放不下、啊，对不对？他听过这个道理啊，他听过这个道理，但是不悟啊，只是文字的解没有用啊。啊、甚至他连觉悟都没有、啊、那更何况他那证悟，证悟的你感觉完全感受到，完全感受到，那就证悟的现象。啊，你只有体会到，完全没有感觉，那还差很远、啊、所以缘起一相，他会自己讲，我也爱解这所系缚啊，啊，我为这个爱啊，为这个财富的爱啊，为子女的爱、啊，想到我这财富要怎么办，我这爱解这烦恼啊。我被这爱啊，这贪爱的爱啊的烦恼系缚到了、啊，所以于冤亲中未能无二啊。所以我当然希望把我这个财物交给儿子管理啊。啊，如果交给别人管理，要我这么努力干什么嘛？我不能无二啊。那佛陀交给谁都一样，只要有能力的人来做就好。你可以把它做得好，我交给你啊，那不是很好吗？立五零那个做啊，我做的比我好。对不对？我老了，我退休了，交给你们去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何必要给自己的人做？自己的人做不好，做的折烂污了，那你交给人自己的，害死了佛法，对不对？这啊，所以啊，他就是这样啊。我爱解之所系乎？我冤亲中未能无二，我不能交给别人，交给别人呢，我心里就很觉得很可惜啊，啊，对不对？我都挂在心里头啊，我当然要交给我儿子啊。啊，所以很难过啊，所以我真的很不好启齿啊，我有爱心，我有爱解烦恼啊，啊，所以我尽义务如来世事、啊，甚至愧惧未敢发言。你看他还有一点惭愧心呢、啊。但我要问佛陀，高贵的佛陀啊，你冤亲平等，你看一切法空啊，你智慧广大，我这么渺小了，虽然我有钱，但是我这么渺小，这么愚蠢，我要提出这么愚蠢的世间法的问题来问你啊，我实在是难以启口啊，我真的讲不出口。哎，他真的很谦虚耶，见你吉囊公也见你谦虚也不容易啊，对不对？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不敢发言啊，我不好意思啊。佛陀一定跟他讲，说吧，不要客气啊，请说吧，我会一一事实的回答你，不要客气。啊，这个，我说一定非常的慈悲鼓励他，对不对？绝对不会说啊，你跟你在共门上，对不对？绝对不会这样。一定说，哎呀，大家都一样啊，啊，这个大家都要靠着修行才会放得下，还没有真正修行前，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为什么啊，弄那部，那我重新整篇在那个《观音灵感签》，我后面有写很多注解、啊。《观音灵感签》刚学会的人一定一切疑问嘛，佛陀在《阿难问是佛集中经》里面说得好清楚啊。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疑虑，不要去啊，什么卜卦解咒的，什么什么算命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问，起问三尊，问佛陀了，问三宝啊。那《观音灵感签》就问了，问三宝。啊，等到你修行到了某个程度，都没问，有什么好问的、啊？有没有猛？该来的总是会来，你就尽量去增加你的正能量，尽量去修复修回去，那该来就来，看亏有什么好怕？对不对？天下这么大，有什么好怕？死嘛死不起，对不对？死也死不了，人没有生死啊，这个个性没生死，那法界只有你自己，你还有什么好怕？到那时候，你这自然就没有挂碍，唔惊。刚学佛人还是一大堆挂碍啊，所以，哎，我们那边观念灵感签可以问了、啊。啊，你自然灵感签，所以那观音有灵感签，地藏经有占查三二一八经，他也可以问啊。但是占查三二一八经呢，他那占查看麻烦，咱中国人较聪明，用背较紧。而现在我们全国通行拔背，对不对？一到了元旦的时候，嚯、哦，拔片拔，嚯、哦，拔国运拔什么，对不对？选举的拔，对不对？是不是这民间风俗嘛？菩萨入乡随俗，这个很好，我们还有疑惑嘛。所以这个长者啊，他也是不好意思，或者说不要紧，人都是这样，你问吧，你有疑惑你就问啊。那修行不要紧啊，你再继续慢慢修行，但现在你有困难，你就提出来问了、啊。哦，这位长者听了很欢喜，他就提出来问了、啊，说：“世尊啊，佛陀啊，我父怀孕六啊，我好不容易啊，我太太怀了孕了、
啊，我希望他得了个男生，我的财产产业这么大，我才可以交给他，他再帮我管理啊。啊，但六师他给我相，他给我算命说生必是你啊，生了生了，哇，我鬼他妈昏倒，对不对？我的希望都在这里，结果是你啊，我现在也聘不出再一个了，没办法了，我年纪这么老了，聘不出来了，好不容易才生了一个了，只要是你，所以我整个失望了，我心里非常痛心了，烦恼不得了。还好我这个好朋友来看了我，他才引荐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他说佛陀你断事啊，绝对百分之百不二，绝对准了。所以佛陀你帮我断断看是不是生你的，是不是看他、啊、佛陀说哎呀你放心，长者你的太太怀的是男啊，是男生啊，保证没错啦。而且你这个儿子生你福德无比啊，又有福又德，他的儿子最后证阿罗汉了、啊、你知道跟着佛陀出家证阿罗汉了、啊、所以当然福德不得了，这阿罗汉哪有那么容易死掉的，对不对？所以福德无比啊。而这个是长者听佛陀说他福德无比，哇，你像那个高兴啊，那个整个失望破掉了，变成大希望，燃成了一个希望之火啊！那心里有多高兴呢？你想想看，有多高兴，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活力啊！真的是给人希望，给人信心呢、啊。所有的信心、希望都生出来了啊！好高兴哦，便退还家，高兴的不得了。这一天，这一生，大概这一天他最高兴，对不对？见了佛陀，又得到佛陀跟他保证，而且绝对不二的。啊，可是呢，二十六师闻我贤迹，生则必难，有大福德，心生嫉妒，以阎罗果活活毒药啊，辞往其家以长者言啊。那这个六师听到说，哦，这个消息要传过来了，哦，佛陀吉那是男的，而且这个男生这有大福德了，一听呢、啊，而且佛陀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啊，这六师外道也知道佛陀神通不可思议，他跟他一比，比的败了一大糊涂了，所以没办法，这种大福德心里生嫉妒，所以他怎么了？用安罗果，不是安摩罗啊，安摩罗就是我们讲的巴拉，安罗果就类似芒果之类的，酸呀啦，我们酸也可以做成啊酸果，对不对？啊，芒果浆啊，芒果什么呢？啊，用这个芒果浆啊，这等等这些东西啊，啊，芒果汁啊，这些东西弄呵呵，毒药。这个毒药不是加砒霜，这个是慢性中毒的，一天毒一点，一天毒一点，毒到一个火候量的时候，你就死了。自然好像是啊，贫血啊，或者是什么了，心脏麻痹了，或者什么，自然这样慢慢死掉。那不是一次就死掉了。一直吃掉这个就会检查解破了，这个他喝这个毒药，然后这六师外道就拿到长者家里，告诉长者，哎呀，恭喜你啊，你看说一套做一套啊，笑里藏刀，表面看得这样，后面藏了把同一刀啊，你看外道有这么不好的邪思啊，连表里如一都做不到啊，你看啊，这还假装啊，太好了，太宰了，快哉快哉，祭坛对你的祝贺太好了，善说其相，你父林业啊，善说其相啊，啊，他肯定你将来是生男了，这个生男了太稀有了，对不对？他可以继承你的产业，你一定要保护母子平安呐、啊，一定要保护平安呐、啊。所以我特别配了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在你要临盆的那一个月啊，你就吃，一到临盆那个月就开始吃，你就会。母子平安、啊、就会生下来啊，这个儿子会很健康，很强壮啊，这扶持药啊，啊，所以扶持药以儿子端正，患者无患，而且不在服这个药，慢性中毒要生以前就死掉了。所以你看，长者欢喜受取毒药，你看，长者对着六师外道还是有点相信他，对不对？虽然你讲错，你说我生女，但还没有生出来啊。但是我供养你，我真的我太太怀孕了，他对他还是很恭敬的、啊。所以当然，就六师讲的话，他绝对相信，他还是对他很相信呢、啊。啊，因为他还没有生出来，六师说他会女的，佛陀说会男的、啊，要不先出来啊？所以这个长者对他。这个六师外道还是很尊敬的、啊，因为他供养他，哎呀，他让哎，他觉得他以为他供养这六师，结果他的太太才怀了孕了、啊，所以对他还是很恭敬的、啊，所以很尊敬，很相信他的话，他真的就叫他的太太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啊，所以长者欢喜，
受其毒药啊，那个要临盆那个月啊，就给那吃吃吃吃，吃了慢性中毒，一天体力差一点，你记得，吃到了一二十天，哎，一命呜呼就走了，死掉了。哦，这死掉了，他哇，长大了，他死掉了，哦，他二十完了，哦，这个消息也传得很快。啊！一下子占坡城，大家都知道，而且六十外道高兴的不得了，赶快去大肆宣传了 啊！到这个城里面呢，到处宣传，高声唱呢，沙门祭坛，祭比长者，护当深难，其而福德，天下无甚。你看他受祭这个长者，他而会深难了，而且生下来的这个福德啊，殊胜啊，有大福报啊，有大威德啊，不可思议啊，是天下无敌啊，无甚啊。亲儿未生，母已丧命。他怎么生下来的母亲死了，还生个屁了，对不对？哈、啊，这是还讲话粗鲁一点，对不对？讲话、啊、来让大家听，还生个什么了？哎，对不对？哈、啊，这个孩子母亲都死了，还生个什么了？二十长者复以我所，甚不信心。这么一讲，当然这长者鬼龙小红点去挡啊，对不对？对佛陀都没有信心了。你说有生男了，还没有生下来就死了。他就不知道，就是那个六叔啊，他害死他的，拿那个慢性中毒的东西啊，用酸呀酸呀锅啊，芒果和果果加上什么慢性毒啊，让他慢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慢慢慢慢身体昏的就死了。如果一吃就死了，那就会怀疑哦，你可能中毒啊，对不对？那这个慢性中毒是很难讲啊。哎呦，这个他得什么病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又对佛陀生不信心了、啊。那时候。印度很热啊，所以一定要赶快涂皮啊，或者马上就长虫啊，虫子长出来了。所以祭衣释法，冰炼棺盖送至城外，马上啊，我们就封棺，入殓封棺，然后呢送到城外。哎、他们有钱还可以用棺木啊来火化啊，没有钱的包一包啊，钞票啊包起来，这不很简单？他也很有钱了、啊，用棺木啊上棺，真正的入殓上棺啊，然后送到城外。要火化涂皮呀、啊，火化多积甘心呐 啊, 啊！不，那没有钱了，那个心呢、啊，常常烧不过、啊，不搞，没有钱买那个木头啊，所以红河沙、红河边很多是烧这个那个甘心，那个火化，因为木头不够啊，所以烧一半，弄烧一半怎么办？火不够了，那一半就把它推到火里头去啊，推到红河，所以红火虫常常看到烧一半的尸体从那里飘过，但这边在那里漱口，对不对？想起来很恐怖，对不对？他们也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所以他准备很多木头，一定会烧到完，啊，连那个棺木，连那个遗体，整个烧了，整个把它烧到，所以多积甘心啊，啊，他们有钱嘛，多买一点柴，以火焚之来烧之。那佛陀看到这个情形，以道眼，这道眼，佛陀的道眼叫无眼。肉眼，啊，慧眼、华眼，啊，肉眼、天眼、慧眼、华眼、佛眼，这五眼，这如来道眼，哎，一看根本不用看，一照就看到了，哎，前因后果怎么样？清清楚，马上会怎么样？或者时间都算得很准，太早也不需要，啊，太早人家一大堆，和滴。在那个时啊，你怎么讲话不准？你看现在这人家送去涂笔的，佛陀是凶煞气满吼，对不对？人家会在那讲闲话，太晚去了来不及了，所以时间算了一定刚好，啪到那个地方绝对救得了。佛陀的神通不可思议啊，你知道？所以他也到眼看这个事，哎，要出动了，救命阿难呐、啊！阿难是佛陀的师者，其我一来，无意王笔吹灭邪见呐，啊。他的衣就身切里，就是我们讲的福田衣，身切里啊，那是九条衣最多了，九条衣了、啊。我们现在有二十五条了，拿他的身切里大衣，我要到现场去吹灭邪见，我要把这个事情让大家知道，佛法不可思议啊！哎，虽然时间到了，但底下很精彩，要不要继续听？好，我们啊，还要继续听着。好，我们继续念下去啊，把他这段听完了。十。毗沙门天告摩尼拔陀大将而作誓言：如来今欲一笔着肩，亲可视往平治扫洒安狮子座，求妙华香庄严其地。二十六师遥见我往，过香未言：祭坛沙门至此着肩，一胆肉耶？是时多有未得法眼诸优婆塞。
各怀惭愧而白我言，彼父已死啊，愿不虚王啊。二十，阿难与众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禅诸佛境界，我时道已坐狮子座，长者难言呐、啊。所言无傲可名世尊，母以中王，因何生子啊？我言长者，亲你耳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呐、啊，但问所怀，为男啊，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必定定必得子啊。是时死尸火烧覆裂，只从中出端坐火中，又如鸳鸯处莲华台。六师见你复作誓言：妖哉祭坛呐、啊，善为幻术啊！长者见你心腹欢喜啊，后者六师，你言幻者，你何不作、啊？我以尔时行告乞婆，如往火中暴尸而来，乞婆欲往六师前千以一前乞婆言：祭坛沙门所说幻术，未必长耳啊，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脱香，如其不能脱香烧害啊，如今因何信受其言呢？乞婆答言：如来死入阿鼻地狱，所有猛火尚不能烧，况世间火？二时乞婆潜入火际，又如清凉大河水中，抱此事而还意我所受而于我，我受而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因重业果，火不能烧，毒不能害，是而业果非我所作。使长者言：善哉，世尊。是而若得尽其天命，唯愿如来为利民智。佛言：长者，是而生于猛火之中啊，火名素体，应名素体，而是会中见我神化，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啊，那我们这段就讲快一点。这个时候啊，毗沙门天王就是北方的多闻天王，看到佛陀要到这个，这个焚化场，我们现在讲的焚化场了。啊，这个地方是专门在焚化这个尸体的焚化场，这个焚化场，这一定不庄严了、啊，这烧死人的地方啊，这个佛陀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人整理不行了、啊。这个毗沙门天王就告诉尼拔陀大将，就是天大将军了、啊，天大将军，啊，他是这个毗沙门天王的啊，这个左右大将，对吧？大将啊，告诉他，如来现在就要到比卓间。到这个坟场去啊，啊，在烧死尸这个坟场这个地方去，你赶快去，你赶快去把它平治洒扫，安桌子座，求妙莲华庄严其地，你把它弄得很干净了、啊，啊，你有神通，你知道什么位置，啊，佛陀坐那个位置最好，哎，很可以啊，很宽阔啊，可以说法，啊，你摆个那个地方摆个狮子座，你把四境打扫的非常干净，撒上了香花，弄得非常的干净庄严。啊，让佛陀哎可以安坐在狮子座上啊，所以哎这个尼拔陀大将天大将军马上赶去把那个会场处理好。这个时候六师遥见欧王了、啊，看啊六师哎他在路上等了，哎看你佛陀先下了，看你怎么下得了台啊，看你们那落台下得了台，哎他去看了佛陀果然呢，他自己从遥远这样走过来啊，啊然后各乡委员各个都去。啊，这等于是调侃佛陀啊，说祭坛沙门啊，啊，那自此昨天一胆肉焉呢、啊？你是不是想去吃肉？你看为什么吃肉呢？因为他们这个在古印度啊，跟我们中国的习俗有点相同。他们在处理这丧事的时候，他们时间要很长。你看他们火要烧很长啊，还有很多工作啊，一定要准备，有一点工作人员等等，你一定要供给那饮食。跟你饮食啊，他们不见得是吃素啊，一定有肉啊，有肉。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有这个习惯啊，人死的时候也是也蛮多，请人来帮忙啊。那个肉我们叫比吧，对不对？
请吃白肉，对不对？白肉就是不好的，白，因为白色就代表死亡嘛，红肉就是好的，就结婚的红的死的嘛，红的，白肉就是白，白色。啊，他就问，就说，哎，你当然是，你是不是想要去吃白肉？是不是？这是很粗鲁，这个话就问得很粗鲁，就这个意思。啊，你到海什么去？是不是去吃一餐白肉？这样调侃佛陀，很没有礼貌啊。啊，事实都有未得华严住优婆塞，哎，这些啊，优婆塞还没有神通啊。你看华严还很高啊，你看啊，要有啊天眼慧眼才有华严啊，才可能看到这段事情的前后始末啊。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将来怎么办了、啊，他还没有看到这个天还看不出来，要华严以上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 啊本末究竟啊，一个始本末始终，最后会怎么结局？华严看得到啊。那这些优婆塞虽然很用功修行，但还没有得到、啊，也许他得那个。这个天眼还看不到这个境界，还不知道将来未来的发展会怎样啊！所以各怀惭愧要白佛言，所以各怀哎呀，都拍戏闹亏啊，都拍戏啊，闹亏，对不对？你说人家会生男子啊，现在母亲都死了，哇，他们就觉得很难过，就没命住的丢了，哎呀，让人拉住佛陀的手啊，哈啊，这个向佛陀说，哎呀，佛陀你不要去了，这个妇人已经死了，你不要去了。去了降邪运了，对不对？变得邪运，对不对？变得更好讥笑我们。哎呀，那佛陀啊，你不要去了，啊啊！那尔时，这个时候佛陀也不讲话，由阿难来代表他说话。只是阿难与众人言：“且待心语，如来不久当广开禅诸佛境界啊！”所以你们看，如来有法言。有佛言，他一看到这个本末究竟，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本末究竟，看得清清楚楚了。你要相信佛陀，等一下你看佛陀大展诸法实相神通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看到诸佛境界、诸佛实相，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我识道矣，做狮子座。佛陀一看，环境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狮子座也排好了，佛陀就坐在狮子座上，这是天大将军为他安排、为他布设的。那长者一看佛陀坐下去，你看接下来他就没有三拜了，没有跪拜了，直接来责难佛陀了。啊，这个难是责难的意思。责难佛陀说：“啊，所问无二，可名世尊啊！人家说你是所问无二，答了这绝对百分之百是真理者、如理者、实理者、不空义者、不异义者，无二，绝对无二了，才可以叫做世尊呢、啊。哎，你这个是假呀、啊，还是真的呀、啊？对不对？可名世尊啊！”啊，你受具有这个一定生男的，现在母以中亡，引火生子啊，母亲都完了，你看现在火就要点了，要烧起来了，对不对？哈、啊，你还怎么生子了？已经死了，怎么生了？啊，马上土皮要烧了，对不对？啊，马上点火要烧了，我怎么生了、啊？怎么生子？佛陀很温和的告诉这些长者啊，亲你儿子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了、啊，啊，但问所怀，哈、啊，为是男女呀、啊。啊，你当时没有问我母命修短啊，问我说 母亲会不会平安啊，会不会安全啊，你没有问啊，你只有问我会生儿或是生女啊，你只有问这个 啊你问你有答疑啊，佛来不会，如来不会多讲一个话的、啊、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你问儿子我就跟你讲，这儿子保证难的、啊、平安没代志，而且将来是福德具足啊，不得了啊，啊你只有问这个 啊然后佛在告诉这个长者，诸佛如来法眼无二，你要相信绝对不会有变的，你要放心，你稍等一会儿，等一下你就看到了，是故当知必定得子，我给你挂包票，保证儿子好好平平安安的生下来，抱在你的手里头啊，你安心等着看吧，等着瞧吧，我们世间活着等着瞧吧，对不对？这个时候死尸火烧腹裂啊，子从中出啊，端坐火中，犹如阴烟出莲花台。这个火已经烧起来了，烧到这个母尸肚子嘣泡掉了，孩子坐起来了，啊，坐在他的这个肚子上面，就好像阴阳坐在莲花台一样，啊，那个火往上烧，这个阴阳坐莲花台的火就到莲花台这样，所以烧不到小孩，哎，烧到旁边去了，毫无问题。小孩子在火中间了，啊，这个火中。
化红莲呐、啊，对不对？还是住在火中间，火从四边这样烧到天空去，像莲花台这样包起来一样的，很庄严呐、啊，所见的非常的庄严呐、啊，犹如鸳鸯处莲花台啊，那个情景非常的庄严呐、啊。六叔见你复作誓言，要在祭坛上来幻术啊，这个他又开始回谤了，哈。你看，真的妖术了！你看哪有那么厉害的？肚子破了，他孩子生着还可以自己坐起来，还坐在像莲花台一样，火还不会烧到小孩子，从四周这样往上烧起来，在中间变成了一个球，一个空间了，火还伤不了他呢，啊！那长者看到儿子生出来，高兴的不得了，长者看到很高兴，马上喝着六叔，你莲花你为什么自己不变？火能也对不对？火你自己不变，火能来这里看热闹。啊，要来讥笑佛陀，哼，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怀什么心力啊？啊，你对不对？若言患者，你为什么不做了？而、哦、让佛陀、啊、救了我的小孩了，对不对？我以尔时行告七婆啊，你往火中暴尸而来，佛陀就接着告诉七婆，七婆说佛陀是他的名义啊。这七婆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啊、叫做起死回生，他的意思叫起死回生。他是什么？他的奈尼就是阎罗尼啊，是送佛陀阎罗尼的这个阎罗尼，也就是这个摩揭陀国的爱妃阎罗尼的小孩，是他的小孩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王公王亲国戚的啦，对不对？所以佛陀他对佛陀非常恭敬，常常在佛的左右啊。所以佛陀说：“你往火中抱尸而来，你把小孩子抱过来。”那七婆就要去抱小孩了，这是六叔要赶快去牵了七婆啊，说，哎，就哎呦呦，等一下，沙门祭坛沙门守住幻术未必成啊，未必灵啊。你看那个炯炯大火，你就别叫啊，你穿的又是衣服又是布啊，一早起来烧了你还没孩子还没抱出来，你被火烧死了，不要，你不要冒这个险呐、啊。后能不能？如果不能脱香烧害、啊、如果你不能脱离这个火难、啊、你立马叫会休息、啊、你跟着他一样、啊、被涂皮掉了，被火化掉了，这怎么办呢、啊？啊，你去宁可信受其言，你怎么会相信啊这个祭坛的话了？他在变魔术啊，你一定莫叫骗人啊！你不要去，他这样来煽动这七婆就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如来使人入阿鼻地狱，所有猛火尚不能烧，何况世间火呢？啊，如来就派人家到地狱去里面啊，那个猛火在他旁边经过去都不能烧他，不能伤害他，何况这世间火？世间火跟那个地狱火根本不能比啊，地狱火才可怕了，那个温度差多少了？何况这世间火？二说七婆潜入火际，犹如清凉大河水中啊。啊，报此事而还以我手，受而以我啊！啊，这个七婆就入了这个火祭里面，大火里面了。啊，你看他这位长者准备好多柴火啊，哦，这不烧几个人都没有问题的。他准备很多广积柴火，再烧起来，看起来啊，很壮观这样。他就入了这个大火，你看这大火烧不了他呀。所以啊，入火祭啊，他入这个火，他好像入清凉的大河水中。有会在火中走过去，旁边好像是水一样的清凉，已经呢，哈哈，所以一切象征的希望啊，所以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有这个业力，对不对？你有这个业力，你就感到它热；你没有这个业力，佛力的加持，你就感到它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清凉的。所以你看，当你的业事一变，就变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那个鸡，那个鸡童啊，什么胡软那个鸡童，你想想看，嚯、哦，那个一起鸡的时候，那个箭从这里砍什么什么什么砍的啊，什么东西吞进去，什么东西很恐怖。然后呢，哎，这个嘴巴什么湖水一喷，哎，后起啊，你有没有看那个鸡童的鸡挡啊，鸡的时候，那、啊、看起来很残忍呐、啊。啊，干嘛呢？喷的，喷个全身都是血。看到这个，这如果是医生来讲，这一定要破伤风，一定要失血过度了。所以喷，什么事都没有了。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个前党，也就是这样一个清党，就是突然我曾经讲过啊，一个前党，突然间要讲一些，表示他是传神的意志啊，他为了表示他是真的传的意志，他们进香团拿那个香往这抽啊，我以前讲过的。这么长，行，看这抽，这样走，这样吃进去，
甚至开始哇哇哇开始骂骂骂骂一个其中一个居士，啊，一个跟随人骂他，那个人跪下来发抖啊，在神前发抖，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神降临，和谁有办法把那么粗的牛卡吃到肚子里面？然后他说哇哇哇又醒过来了，然后哎，啊你有什么？我、哦、没有啊，我很好啊，啊你不都会甜吗？不会啊，很好啊，我对我很好、啊，我很健康，什么事都没有。那个视力一变，牛卡变面条。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这样啊。因为地水龙空跟事，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都是体的如来藏妙妙真如性。这一切相的它的个性，我告诉你，就是即空、即假、即种，只有这三个字。它是空性的东西嘛。所以在佛的啊，佛的如来藏的这个本性上，佛的把这个起婆的事一转，转成真如，入火火不能烧啊。像清凉一样啊，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清凉的东西啊，所以地水风空跟事都是如来藏啊，所以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你如果只了解如来藏，你看这个根本知道这个不迷信，这是事实嘛，这没有什么嘛，对不对？所以犹如清凉大回水中啊，抱持是啊，还以佛所说以我啊，把这个小孩子抱起来交给佛陀啊，我说而已，交给这个长者言。一切众生不定如水上泡啊，众生若有因众业果啊，火不能烧，毒不能害啊，啊，所以一切众生不定啊，像水上泡，这众生的如果业力无常一到就没有了。你看这个人很健康，无常一到莫名其妙突然不晓得怎么搞的啊，心脏发作或者怎样，因为他命中有了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你命阎王什么什么什么 不到三斤什么啊啊，对不对？阎王要你三斤死，你活不到五斤，对不对？就这样无常一到，你没有办法，你身体很健康，一下就走了，一下就走了，一下就走了，这无常啊。佛陀说人命像水上泡一样，因为你有这个命在啊，所以你看这个明明要死了他还是活得过来，而且到最后 还恢复健康了，奇怪得很，他的命中有的。所以什么事情万般皆有命啊，啊，一点由不得，但命是掌握在你手中。虽然你有过去你的宿命，但这命可以改，可以自己改。所以你要是被命算得很准，那你是平白的凡夫。如果你的命算不准，但越来越好，那你将来一定往好处去啊，一定有好的归宿啊，因为你改造了自己的命运，你有正能量啊。如果命很好，结果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你绝对堕三恶道，因为你越来越造业啊，越来越糟糕啊，这是宿命，这业力在决定。所以你以为我能够当家做主，我能够当家做主，其实都不是你当家做主，你的业力透过你脑筋让你以为，因为你有我佛二字，你以为你在当家做主，其实当家做主的就是你的业力。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跟这个人讲，你怎么不通安呢？你就不行，你就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他偏偏要这样做。结果做的乱七八糟，最后搞得乱七八糟。我常常告诉有人，你绝对慢走，慢慢走，这样做啊，怎么这样做绝对不好，他不听，就没办法，最后，对不对啊？搞得真的是乌烟瘴气，没办法，这是他命中就是这样，业力就是这样啊。所以要改变业力，就靠自己啊，要增长自己的福慧的资粮，也就是正能量，这能量大。对不对？就像电把它装在一个无形的那是什么地方一样，你的正能量。当要用说，哎，三宝帮助你把它转化成什么作用，这你就可以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看，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啊，这个众生就有因众的业果啊，火不能烧，毒不能害啊。这个众生如果还要再受苦受难啊，死不去啊。他命中都不好了，还受苦受难啊，还要躺在医院，还要卧床，还要怎样？他死不掉，他就要去受苦啊！你知道受苦受难呐、啊，那如果这个众生有重大福报，他也死不掉啊！而且众生如果会证阿罗汉果，他也死不掉。这个大福报在啊，这开玩笑，这个什么火可以烧得掉他？他绝对死不掉，一定有很特殊的因缘，天会救他，不可思议。这世间就是这样，所以火不能烧，毒不能害，是而业果非我所作。这不是我幻术，这是你这位小孩他的大福报、啊、他的大福德啊，这是也因缘、啊、这不是卦。我不能改变这个，我佛陀是大公无私啊，我只能够顺着这样的因缘在做而已啊，啊，这是他自己的
福德因缘呢，为我所做。使长者一听更高兴，我说有这么大的福佛，哇，太棒了，太棒了，他很高兴。他赞叹善哉，世尊，太好了，是肉的尽其天命，他一辈子都能够这么样的健康快乐啊，富贵长寿，荣华富贵长寿来尽其天命。我愿呢，如来为立名字啊。佛陀，你就替了儿子立个名字吧，我好高兴。今天如果没有你啊，我就完蛋了。佛陀说：“好，长者，是儿生于猛火中啊，他的因缘是火中生出来的啊，火中火焰化红莲，这样生出这个小孩子，佛的名字叫做素体，素体就分成火生，会显出来，火生啊，所以火名素体，应名素体呀、啊，所以你这个名字要叫做素体呀、啊，啊。”素体后来出家，出家啊，当比丘证阿罗汉，你知道？你看他的福德有多大？证阿罗汉比这世间的啊大企业、大财富，比大国王还要殊胜啊！你知道阿罗汉不得了，圣人啊，啊，飞行天地啊，啊，三明六通，不可思议啊！你知道？所以他后来证阿罗汉呢，二十。会中见我神化，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说，大家这大会看这个场景，大家感动啊！我这世间的东西最后一场梦，我当然要学佛证得永远了、啊，一得永得，一了百了。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一成我就永远不会退啊，永远在法界得一真法界得大自在大解脱啊！所以大家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下这六十外道有个满面转倒灰啊，对不对？连没有帮他洗到，反正这自己满面全都是豆花了。所以他们哎呀，糟糕了，这六大臣都跑光了啊，都很没面子啊，都是满面都是豆花，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想想，哎，那我们不要在这六大都好了。六大都我们混不下去了，我们就跑到偏远地方去，就跑到居士那拉城。哎，他就跑到居士那拉城，但是他那时候不是佛陀现在到居士那拉城，是那个时候他就从占婆城跑到居士那拉城，佛陀到居士那拉城真正收服了他们。那时候是真正大家讲对法，完全论法义，他们怀疑斗不过佛陀，输了，真正拜佛陀为师，所以居士那拉城。这个城非常的殊胜、啊、所以佛陀在这里视线入涅槃。好，我们今天时间要超过，但这一段没有讲完，大家回去睡不着。我告诉你，对不对？一想，哇，他佛陀哪给我们洗面，免他虫，对不对？啊，睡不着，所以赶快把它讲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